媳妇儿，明天我老板过生日，我给买点啥礼物啊？过生日买蛋糕得了呗。那能拿出手吗？拿不出手啊。嗯，那你把咱家房子卖了，给他买台车，那能拿出手？我的意思，送点好礼，给我升个官啥的。不是送礼就能当官啊？五年前你就是保安，现在你不还看大门呢吗？一个月就挣2000多块钱，老婆孩子还不够花呢，天天寻思送礼。你说这家把你忙活的，端午节送粽子，白月节送月饼，到年底还得发个红包，这个节那个节，节节你都得出点血。父亲节不回家看你爹，给你老板买俩鳖，你说你咋想的啊？我那意思别拉过，不拉过。7月15不拉过，你咋不给他整俩花圈呢？你给他立个碑，当老祖宗给他供上，那不拉过？你这不抬杠吗？不是我抬杠，你干工作你就勤勤恳恳、踏踏实实的，我就不信老板不重用你。你看你们单位老赵，在你们单位干一年，啥礼都没送过，人家不也是副总吗？现在呀，他那有原因的。啥原因呢？他媳妇跟老板好。那你等着，咋的？我找你老板去。不是，我就不信。